你是我头一面拍的，想要变我动手，你太笑了！你卖两句我唔敢，你若我俩，我俩是不离的。小我今麦老我死，阿若无，你只是让我爱注意，我随时点了后壁，你知道？ 原来是你，阿祖是别人，我还没时间真歹看。我跟你讲，阿伯阿官，你住，免得听来。是，香兰，是要跟我拼，搁差真远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爱你，是你都爱死，我爱你，我你吃得我会吃无？ 别乱来！赶紧赶！我是。阿丽，是安怎啦？本来是安怎啦，不过听到你的声了。 拢袂安怎啦？遐济啦，遐济啦。这位刚刚有村姑娘无踮咧你的身躯边，你办案代志拢爱较细腻的哦。有啊，我偌细腻的呢，我一工十二个时辰哦，拢特别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哦。我特别叫点小二啊，因店的内底底水的就讲水桶、面桶、脚桶的啊，拢较摕来走。我绝对袂去互你有机会去堵水啊。 那像你这样关心我就好，你遐尔成功，几头壳敢晓受跋筊的代志，啊你的头壳，真都遐尔关心我。虽然你是免当答应我哦，佮斟酌好啊考虑一下，做金车夫人。迄金车夫人佮金车大人啊，夫人佮大人是加一环较大呢。 才踮少你有甲我讲，你要出去卖头花哦。你出门进前，敢免答应我一件代志？哎呦，但我这个人也毋是当生啊，莫讲一层啊，十层我都答应你，什么代志？你若出门哦，莫阁甲人讲你是钦差大人啊啦，啊若无，你头花白白，你有可能掠去抬头啊啦。哦，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为即马开始我拢不爱甲人讲我是钦差大人。啊，毋过我会使讲钦差夫人无？ 真正命运坎坷，啊无代无志，我甲来台湾，你袂倒火，接下来阁卖落，我满面全豆腐。来满面全，好食豆腐哦，来豆腐哦，好食豆腐哦，来来来豆腐哈，啊好食豆腐哦，来来来豆腐哈。喂喂喂，门口袂使我摆摊啊！走走走，看下。 啊，都艰苦人哦，歹讨食啦！啊，是讲这间门口啊，人较济，饲草较好，拜托个啦，我转食者啦。我甲你讲袂使去听无？走走走！等下，我了解恁的意思。嗯，食茶。我甲你讲，你听无哟？你还可以啰嗦啥？茶嘛，我咧食啊，啊，真正要硬到。除非。 我食一碗豆花仔糕，豆花哦，哎呀，唔，较早讲的，食到你丢死都会哦，简单简单，来来来，豆花哦，好食豆花啊，爱食豆花哦，来食豆花哦，好。一碗豆花，姑娘啊，你遐来食我豆花哦，你会愈来愈水哦。对啊。代志办了安怎哈？啊，你去看看，迄个豆花应该是藏伫咧窗花的房间。
哦，啊，就是把耳仔提出来，啊，若无你那遐头去方便躲呢。我知影。知影，知影，你就莫叫我做亲戚就知影。来，讲你啦，哎，大伙好啊。我得钱。免费小送啦。多谢啦。哦。来，大伙好，来吃。你吃大伙啊？免费小送。哎，来吃大伙啊，进来。看见，我爱看戏。哦，是是。曼啊，你有看到条孙兄无？伊出去啦。来来，接接，来来来来，你看，我家姐去游水嘛。伊有讲去倒无？无咧。哎，是啊，卖安尼一日也无看到大孙兄在咧找人啊。啊，大人大正啊，敢袂放弃了啦？但你是知影啥啦？今仔是阿兰的上林大典，我今日走去看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啊，阿兰安尼吼，无我甲你来看卖啦。免，我家己来去倒。哦，这。演主啊，今本日喊你痛两脚啊，那个蔬菜太稀紧了。你敢无老太家讲几句话？嗯。啊，无什么人啊，有什么话通讲？规日后摆干妈来，咱两个讲个准时。我有话找你讲。演主啊，你今日要从案从一个鬼？我是发不舍的力量，我发案太个力量，是没有来同你讲几句话听听。我俩啥人？老你讲无法，老钱怎讲无法？人虽是会变，钱永久不会变。大人，你知影我是安怎比区大中佫较成功？因为有人敢要求。我就答应，只要咱好好合作，我要给你的钱，敢若有加无减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啦。我拢穿好啊，我想除了钱以外，只有甲钱是你上大的兴趣。我今仔就陪你好好兴趣。吃，吃吃吃吃吃！安贝阿母是最爱你妹子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只要你会当替我争取到一万，你爱我就收，我就给你我。好，也安尼想方法，安尼想方法。嗯，大林啊，嗯，这是我要你收，白皮我人品。坦白爱我随意啊，越多越好，我唔会嫌啦，啊！大孙啊，你安尼痴望未保持我去，你个十心也无够死。若要艰苦啊，我甘愿劝我死。去才久着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呀？无啦。是不是向南对你袂谅解？向南若对你袂谅解，这是一时的啦。在阿母的心目中，爱你赶紧娶好生子。才有家己的一家一家，这才是永远的。阿母，
我一定要传来个台湾，敢不敢那是为着这个钱啊？就算讲以后我会当成家你啊，但是失去阿兰这个兄弟，这是我一世人的遗憾。阿兰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 我有拄到阿兰，即摆阿兰看到我，就亲像阮小人共款，伊变甲真贪、真恶，杀人放火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，连区台中府把甲地大，差一点就死伫伊手头。阿辉，你是不是有误会阿兰？应该这个囡仔袂变甲安尼啊？ 你兄弟仔闹误会吼，都还背会我清楚。阿母误会啊，遐尼啊济啊，是无法度讲哦，一世人对着你的身躯边，会听你的，是这个兄弟呢。伊若是我的兄弟，伊就袂做这种代志。伊利用柯大勇的性命，威胁向南，一定要嫁予伊。阿兰要娶向南哦。 阿辉啊，阿母啊，食到这坐岁啊，我嘛看真济啊。有真济兄弟，拢是为着钱，甲为着查某囡仔伫咧拍歹感情。恁两兄弟啊，不管讲啥物人会当娶到香兰，我感觉拢足欢喜的。阿母，你无了解啦。阿兰若是真心对待香兰，我当然嘛替伊欢喜。 伊是为着要报复，伊恨我，伊想要杀死柯大中，霸占过年，不择手段，伊想要做甘么来咧偷人哩财物。阿兰咪，阿若真实是安尼，你嘛是爱看破。人伫咧讲，手若大长，就爱分位啦。 会做兄弟，这是福气；袂当做兄弟，嘛莫激气啦。我阁安怎想，嘛想袂到讲阿兰会变甲遐尼啊歹。我的心肝，敢若袂输占伫咧位，咱安尼为长山来到台湾。 想讲有一条好路通行，想袂到讲阿兰煞去行着歹路。我一个做老母的，若较惊心的，阿兰都会变成咁呢？阿母，你唔通安尼讲。 已经疼惜阿兰了，是阿兰不知影疼惜伊家己。阿辉，有这项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阿母。阿兰已经会变成咁呢，阿母的心肝内对有亏欠。 伊若真是无甲你当作是兄弟，以后路头路尾你若当着，你着爱甲让伊，知无？阿母。 阿辉，你回来啊！正久，我都要找你，你都已经回来啊！啊，你是当时才要传富爸公主？你等于甲地头头目讲啦，搁三工哦，阮阿辉就会上山去传富爸。哦，三工，安尼真好。阿辉，你哦，唔是白人，你一定要小心用哦。即摆吼，我就等下甲地头头目报告这个好消息。三工哦，爱记哦。 会啦。
你都要把香兰放好袂记啦，好好对待好爸。阿母哦，希望你紧娶一个新妇，若有家才有根，有根，阿母对恁阿爸才有交代。家门到啊！哦，哦哦，好朋友，再甲你讲一句真心话。后摆咱若斗阵做大代志，上好恁通饮遮醉，酒醉写五代书。我是欢喜啊，我不是醉啊。你莫看，我即马心头是真定着。大人啊。你是唔通想定着？迄、那个钦差大人的代志，是安怎到即马拢还袂解决？不是我不情急啊，迄急不出来不我急嘛，我又嘛该发怒啊！这个钦差大人无遐尼简单，若是无较细腻的，我惊做你会叫伊收起来。哎。你也有搞不好就不够意思啊！我讲你啊，我啊，啊，你我两三人穷差一条水的，应该讲我们唔正错。哼，我两三人就会哎呦，现在计划来讲，千里来做官，只为到错。彦祖啊，我今日没看到你个面子上。我是看得钱该分手，你是唔通过河跳桥帮你。较早我就唔敢讲，今仔日的我，若是用钱会当解决，就拢毋是问题。现主席，若是开钱买轻车，但是你死命，搁较济我嘛甲开了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伤心人，伤心的歌。很主席，若是开钱买轻车，但是你性命，搁较济我嘛甲开了。李彦祖啊，今仔日嘛算是你上欢喜的日子，啊？咱就卖阁操烦钦差大人的代志。今嘛，王马官顶啊，甲苏铁芳，手伸举起孙悟空，今日变无后裔。你若自信就好，说你无是本。哎呀，安啦，啊，李大人好官，你得爱做会到。啊，初一、十五。要准时。啊，有钱，天下太平。我要来困了。有钱，天下太平。Thank you.
心爱来难言，哎呀，拢当生阿公问阿妹，从此安南方好，有代爹爹，亲妈亲伴走，那还有。你两个麻瓜养过三个四家吗？王麻瓜，王麻瓜，你是我的护身符啊！我的升官会靠你，我的发财马是会靠你啊！哎呀！是我害的，我对唐山过台湾，都是为了这啦。你啦，已经成功啊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他唔咩挂，煞去翻头地去啊啦！你想要办代志啊？哎呦，现在唔会讲两条东西啊，重要还要紧啊！你要发现可疑的人物，往那边去嘛。你对边去啊？好，我跟你同齐去。好，对。滴滴滴，哐哐哐。香啊，几百了？水莲啊，阿姐唔蛮，你来我休困啦。是不是到这客栈没关系啊？我哎呀，哎呀，没挂提灯啊！哎呦，没挂提灯啊！哎呦，小弟小弟哦，我面头太头啊啦！哦，家仔家仔，我嘛好家仔，我才将去用掠去。阿丽啊，我万万金金金金好笑！春啊，今日来啊，今仔要安怎啦？因是要掠你的哦。你想办法啦，你我有办法。你两个听着，是。你两个听着，是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来啊，来啊！快点啦！好啦，好啦，哎，干嘛死不死啊？好啦，啊，死！禀告大人，林场顶有接招。彦祖啊，你去看麦咧，是毋是你拄只拄到迄个查某？哎，来！你哪里只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，伤心的歌。你哪里吃？我是安怎袂用伫个吃？敢讲你要叫我留喺桂园，看恁入洞房是？你的心变了真紧，目一日就去对别人。是安怎你会当变心？我就袂用。伊是我的救命恩人，
我甘愿用我的身躯去报答伊，这爱就你管。哦，原来海水人去跳水自杀的人是你哦。啥？你讲伊去跳水自杀？对啊，迄那不是我阿舅哦，伊早就去做水鬼啊啦。小莲莲，你既然都不害人啊吼，莫在这吃醋啦，走，我咪阁继续困。顺行啊！迄外口雨顶哦，爱行过要摔死啊！啊，你家在？俊哥，你好，来到三江。阿爷，你是安怎啦？那穿干嘞？我嘛唔知影，看伊啊，我一直喘袂起来。既然你无代志，我要倒来房间啊。俊公，多谢你哦，若唔是你哦，我可能会去人掠去呢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只是咧行恁阿兄的救命之恩啊。虽然啊，你拄则对付迄个薄青龙安尼就对啊啦。若要报复迄种唔食个看笨鸡啊哦，上好就是活比伊较久，啊，甲气要死，唔是家己去找死啦。您放心啦。我已经想到足清楚啊，我袂阁做戆代志啊。阿兄，我嘛应该等通判府啊。好，无好咯。即马通判知影黄美偌胖个呢，一定叫足侪人去巡逻。你即马转会加危险个啦，免去啦。上危险个所在嘛是上安全个所在，迄通判可能想嘛想袂到，我着伫爷爷身躯边啦。哎呦，袂用伊啦！阿兄，你放心啊，我家己会较细，我若摕到迄通判的罪证，我随转来吼。哎呦！阿秋，哎，你感冒？哎，无要紧啦。较早吼，咱社主有伫的时阵吼，善良人来表弟吼是免钱的啦。啊，不过听讲迄个人啊，莫甲我讲迄个泰国人啦。阿秋啊，你真好胆嘞啊！你敢摕烟纸要做家己的人情啊？啊！水水水，这是米店嘞，善车人较灵魂嘞，后日啊无钱唔通来，乱来你！后壁你若阁大输大意，把我的米摕予这个善车人，我就把你的手给咬断。阿母，烟纸，无人讲你烟纸是泰国人。你想要怎处理较好？阿秋啊，经过烟柱的面头前，把烟柱回室内。回，我咧回咧八摆了回。我阿秋也无食你头路吼，我上大啦。安怎？我咧看你袂做啦，太高人。好，真好。我即马是无做任何事情。我想要带你来了解你家己活动。我连甲人变卖资格都无啊，哪有啥物重要？对，你跟我行，你着知影讲你是安怎无迄个资格甲人变卖。你当阿少人食，唔去讨趁，三顿都免顾啊！吼，阿秋为着替你讲话，去予阿人白拍，甲死头路。啊，若其他遮个人，因拢唔愿碰阿人个饭碗。在因个心目中，敢若有你这社主尔，因永远伫咧等你倒转来。今仔若是讲，你为着遮忠心耿耿个社员去甲人拼命，安尼我就无话讲。只是你今仔是为着啥物去甲人拼生死嘞？你不离过是在添一时的意气用事而已啊！
只要因若一天认为讲你是因的社主，你都要一天为着因设想，为着因拍算。我五娘甲社主倒来就好啊啦，咱吼马上对着社主吼，东山再起，拍倒你人啦！拍倒你人，拍倒你人啦！变大个以后，爱护我做我家己，照顾家己阿母囝，我已经无迄个资格做因的社主啦。社主，社主呀！免客气。清楚领导会着伊，你嘛了会着伊死。大孙啊，大孙啊，大孙啊，清源社已经解散遐久啊，过去遐地主看到你拢在思思念念，今日你就知影讲你过去做人偌成功啦。大孙啊，人的心是上界大资源，有遐尔啊济人拥护你，我相信要重振清源社，一定有希望的啦。姐，我无法度啦，我甲伊讲几波久，拢无遐长话咧，妈你啊。大孙啊。你即摆心情，我了解。你唔免担心，清源社较早遐地主，因已经有听我的建议啊。因愿意要甲阿辉去阿里山同齐开垦。真是了，安尼真好啊！来来来，大孙啊，徛徛徛，徛啦！来来，起来。慢下咧啦，慢下咧啦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先卖乌白烧啦。即摆上个重要吼，就是来参详讲。成亲的工要请什么人啊？哦，这以后再讲。啊，无啦，哎，这什么？去投靠阿辉？是啊，所有较早清源社听的人，还佫有一部分咱贵县的地主，拢准备去阿里山投靠陈辉，佮伊做阵开垦。想袂到我甲阿辉赶去阿里山，伊的影响还是这么大。林主，这情形对咱真不利。假使讲这人去也是开垦成功，自然会伫遐落土生根，安尼陈辉的势力就会愈来愈大，到时阵一定会倒来找你报仇。林主，饭菜已经准备好啊。我知你真怨恨我，但是我嘛是要娶你，因为你是公园的一部分。我若无娶到你，就等于我无得到公园的全部。我今嘛，感到想要死，不是因为你这个歹人，是因为我知影，我这世人无机会做阿辉的牵手啊。若是安尼。我是生，也是死，对我来讲，你阁有啥物差别？我甲阿辉，感情是差遐济，毋是差遐济，是根本袂当比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，伤心的歌。我甲阿辉感情是差遐济，毋是差遐济，是根本袂当比。有影，我是无法度甲伊比，因为即摆我在天，阿辉在地，伊是提啥物甲我比？香兰，你有啥物资格找死？若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清清采采去死。我甲你讲，
这边是恁阿爹，原来这边就是阿贵。我脾气甲真歹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唔通做戆代志。安怎做你应该知。出门啦，甲我讲连明仔都要转来，啊，到这个时阵还阁无看囡仔兄，我这个做老母的吼，唔知要烦恼偌久啦。连可吼，这新衫新鞋啊，甲摕来去互换换，互伊赶紧吼，紧去山顶娶夫吧，较免吼加了这条路。今仔日是咱富爸公主出嫁的大好日子，伫咧遮，我代表咱的族人，谢天，感谢族人，谢地，来，大家来欢迎一下，祝福咱富爸公主。这个囡仔吼，但靠你做工课啦，啊，未嫁好娶某，啊，唔好你家仔讲，还佫有我这个老身的。坐，坐。单飞人伫内面，点火。是。是查某的时间吼，都缀人袂着哦。我不去做。阿威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，伤心的歌。阿妈，阿辉，
陈辉，你这个歹人，无守信用，你是歹人。对，你是歹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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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。